自从 WANNAONE 解散之后，第一次以韩国男团 NEW East 成员身份单独嚟香港嘅黄文源，呢日就现身香港机场，准备出席时装品牌活动。机场一早就有半百 fans 拎住横额守候。穿着黑色 jacket 的他拎着黑色记事簿和电话，在下午5点左右现身，大批 fans 即刻一涌而上，而大会就派了几名保安组成人墙将他包围在中间。恶霸见到这么多 fans 都有些惊惶失措，不敢轻举妄动。 fans 们就一直跟随，又不断拎起手机近距离影偶像。期间有 fans 想递礼物给恶霸，点知就跌咗落地，最后就由身边的工作人员好快咁执翻起。虽然一度场面混乱，但系最终恶霸都成功上车离开。临上车之前，只系点咗一下头，都冇挥手同 fans 讲再见。